All right, moving on to our next team. It is time to meet our next incredible team, Snail Mom Biotech. Please join me on stage, who are committed to the noble cause of sustainability. 3 minutes, please jumpstart your dreams now. Okay. 各位好，我是深圳窝里妈妈的创始人大漠。 在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面，我们创业的目的就是想用我们的技术从源头上去减少塑料垃圾的产生和污染。实际上，从2016年开始，我和我们的团队就开始了替代石油机塑料的材料研发和产业化。经过6年的研发，我们目前已经拿过了20多个技术成果和国际认证。我们的材料可以用于日用品。 各位喝水的瓶子，我们穿的衣服，玩具，各类包装，对，都是可以的。对，那我们的愿景是希望成为一家商业向善，环境友好的社会责任企业，并争取在未来的5年之内成为一家成功的商业公司。对，我们的原料很简单，来自小麦秸秆、甘蔗渣，包括玉米纤维。那么从源头上就保证它是没有任何的石油基的成分的。 同时，它可以做到home compostable，对，非降解。我们的团队主要来自于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澳洲的海归团队，有超过10年以上的高分子材料的研发经验和国际化的产业运营的经验。我们已经起草了一项环保材料的行业标准，并在今年的8月15号生效。 另外，在英国和美国的多个ESG领域的评选里面获得大奖。这是我们的材料和产品已经获得欧盟国际认证的证书，不含任何的石油基成分，对环境、对我们消费者都是非常友好的。在商业上，我们采用的是 B2B 的模式，为传统的企业实现减速减碳，提供从材料到配方到产品的完整的这样一个绿色 供应链的服务，目前我们已拿到了包括百威、包括宜家、包括 Lush、包括加拿大的 Virgin Earth 这样一些世界500强的订单，更多的客户也正在洽谈之中。这是我们已经交付的注塑类的替代 PET 的材料的这个和产品的展示，它的最大的特点是耐高温已经到了110度，这样说在消费级领域，我们是可以完全替代传统的石油基材料。 这是我们植物纤维的案例，它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呢？不用降解了，直接堆到化盆里去降解好了，堆肥好了。对，这是我们针对儿童食品包装和玩具的一个两个产品的配方，这两个配方目前在全世界，至于我们把它量产了，对。实际上我们在2016年到2021年，我们是零收入，因为一直在研发阶段。 但是非常好，就是说在ESG的大背景下面，我们从去年到今年9月份，我们已经完成了280万订单。所以面对全球化的禁塑令的这样一个趋势，包括中国和美国刚刚签署的强制性的终结塑料污染的协定，我们非常希望用我们的技术来助力全社会更好的可持续发展。谢谢，感谢阿里巴巴。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judges, please proceed. Appreciate it. 你好，你好，请问，可以请教一下，谢谢你的 presentation 这个产品的 quality， 它对于原材料的一个稳定性的要求有多大呢？你需要管控原材料的稳定性，这个有多重要？这个问题很专业。我们对于原材料，我们要控制它的两个标准：第一，含水量。 对，第二个就是农药残留，因为农药残留是个很麻烦的问题。那我们要做食品级的包装，如果你的原材料里面农药残留超标的话，是不合格的。所以我们之前会看到我们的几个证书里面，对我们对于塑化剂，对于 BPA， 对于15类的重金属，因为欧盟规定说你的原材料里面15类重金属是不能有的，还有就是农药残留，对。 所以对原材料，我们控制的就是这两个关键的标准。想问一下，那你这个原材料里的百分比里面呢，有大概怎么分法？就说哪一些是植物的材料，还是？OK。
这些住宿类的环保材料，那么它的单一材料占比超过了98%，植物纤维类的超过了99%，啊，因为我们这里面不用加胶，对，所以它会更加环保。我们是用的物理的方法来让它实现它的成型。所以就是说，好像这一类这个，你完全能够在食品的这个化就 decompose 的过程全部化掉。是的，如果来我们深圳的办公室，我们会让你看到，中国的第一个完全自然降解的一个测试，对，我们就把它埋到花盆里面，如果浇水的话，2个礼拜，降解98%，自然完全自然降解，而且里面的蚯蚓是活着的。难道这个如果加温来说了，这个材料能够承受多少的温度 ？OK， 就举个例子，能不能用来煮东西？煮东西。啊，用它来喝热的咖啡、热茶，100度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用它来煮东西 ，no， 因为它不是金属的。对，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材料我们在法国和加拿大，我们是做一次性餐盒的材料，对啊，耐温性都没有问题，也可以进微波炉，但是要用来煮，no。两个很快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个产品和现在石油机的一些塑料产品的成本比较是怎么样？第二个，我知道国内有一些类似的做一些可降解材料的，包括一些环保餐盒，你们跟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OK， 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来说都很痛苦，因为它的环保材料的成本比传统的石油机，贵2倍到3倍已经很客气了，对啊，我们今年给雅高的5星级酒店做的月饼的包装，比它原来的包装贵6倍，对啊。是这样，这是第一个问题。但是随着这个规模的不断的放大，成本理想的状态会比原来的成本只高到20%以内。对，第二个问题，不好意思，您重复一下。竞争对手，国内竞争对手。OK， 实际上我们的竞争对手是很多的，非常非常多。如果说跟同类相比，我们的优势是两个。第一个，这个配方你能做得出来就做得出来。你做不出来就是做不出来，如果同样做出来，那还要比你的物性表，就是你的耐温性啊、阻氧性啊、阻水性啊，你要比这些参数，你要达到传统的食品包装行业的标准，对，这是一个优势。但是我们更想强调的是什么呢？目前全世界的塑料的替代率平均下来还不到2%，对，所以我们行业内的一个共识是什么呢？在未来的5年到10年内，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还是石油机，同业内没有对手。对，谢谢。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我大的那个 corporate 公司，他们自己应该是有一块 budget 去研发这个就是替代的这个石油机的产品嘛？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呢，他们大概的这个 budget 是多少呢？就是占他们原本的这个可能 revenue 的大概20%？就是这个可以看看你们的这个市场到底是怎么样的。OK， 从我们和百威、宝洁、宜家的这个合作经验来看的话，他们会发现说他们的时间成本过高。Please wrap up in one sentence。就他如果他们自己做，时间成本太高了，而跟我们合作的话，他可能只要原来的20%的时间成本。对。Thank you very much。谢谢。Thank you for your presentation and thank you, judges.